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的按钮。好肥啊！我操！我替了，能回头打吗？看到了吧？这个好料吗？好看。我操！你上我一个吧。中塔守一下。你来送人头的。Thanks for playing Dota 2. Double kill. 没事啊，你他妈发呆了，这个逼死了，我操，他敢追你他就得死，好吧。你脸也太黑了吧，什么脸，我操，就鸡巴脸，什么东西啊，我操，能不能高地啊，老子没蓝了，我操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没蓝了，没蓝了，没蓝了，中不了，我操，中不了，兄弟，我们第一把大哥在哪，就打架打一波，他们也想打，我没想打。
对对对。哎呦我的娘啊兄弟你们都别走你妈的给空感觉就杀了
神之奥数，永世传承。那个逼刀，塔拉克的天赋，无量源远流长。能不能让我加？啊！完了，他的逼收了。正是如此。啊！直播先走一下吧。啊，我被加血加死了，我操！哎呦，犯病了，犯病了！妈，好多僵尸啊！不用管军团，我们两个，我们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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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磨磨唧唧的，我靠，受不了了。不用走，继续打。五星极为奥数宝典，无以现世，普天同庆。可以打，谢谢2331沃卡老板的大飞机。很关键啊。六个核桃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早上8点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拜。而且帕鲁为什么比较难杀、啊？一般打像影魔这种英雄，一般五级，对吧？你没有逃生，你可能五级加雷；打帕鲁你就五级直接加冰就好了。
果仁剪甲捡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学啊，杀帕克就这么简单啊！就简单讲，就是练字贴。知道吗？你看下面的键位啊，我是一边，我他妈一边按着键位，一边他妈的在跟你们聊天，兄弟。那我跟别的英雄不一样，我玩别的英雄对吧？鱼塘整个活，我他妈还能跟大家爱聊聊天，吹吹牛逼。我他妈玩卡尔，我还要想技能怎么放得到人哎，兄弟。这妈左手他妈的在弹吉他，你完了他妈嘴巴要跟别人聊天，脑子还要过问在聊什么，还要他妈看弹幕，看完弹幕还要再看他妈野怪情况。难聊呀，兄弟，真的难聊。多久玩1000场？千锤百炼嘛。你如果想要肌肉记忆，只要打1000场卡尔就有了。猴子替了，猴子不替，本来想去抓猴子。好耶！给我死啦！死啊！呜啊！还有小歪，他已经被控制住了。小歪直接死了！啊，怎么就差一下？我靠！他就差一滴血，兄弟，直接上，弹，再上。上上上！干不过他，与我一战，温存的血清，提取元素精华，攻击！我的绝招是双击，宝贝毒蛇。没有闭合表，我们来跳刀。哦，好多人啊，兄弟们，太溜了。
我操，把猴子杀了可以，我操，杀了个小弯，我操，可以，这一波很强，一个喷，一个装，我操，但是没有毛到啊，有点拉，帕克波走了，哎，迪法斯这波直接爆了一个松鼠，啊，冰龙冰墙，哎，冰到了，啊，没有冰到，就是一个装，我靠，一个钩子，差一点啊，没有勾到，少加一点力量。BKB 了，莫雷，我拿 BKB 上。啊！我操，怎么到了？刚切出来的技能在第一个。肉三毛，这肯定在外面。